虽然那是不同的爱，但是你没有血缘就是可以爱。那为什么小孩就没有办法？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普爸。大家好。为什么你会想要领养小孩、啊？我很早就跟我老婆讲说我想要生。那你有跟她说、嗯、那我不会内射吗？你很好吧，对啊，收跟自己生不冲突啊，回你欸、不冲突。因为我心理建设很早就有，所以我比较大的困难是身体检查，因为他要确定你会继续活着。标准这么高，所以比如说 Ken 你之前假设红字很多的时候是过不了的、欸、法官会说 You're too fat 。